怪我大意，交易之地就在萧元楼，咱们把人抓了，就已经打草惊蛇了。哎呀，比喻这条线怕是断了。义兄也不必自责，我可以根据良知的描绘画一张胡司马的原像。如此，有劳一枚了。 别唉声叹气了，还是去查画铺吧。祁连画铺是东市上神柱大画铺唯一的生意对手，要查就从那里查起。嗯，掌柜的，反正也没什么生意，早点关门吧。姑娘，别看。 哎呦，两位，开什么玩笑？你看我们像是开玩笑的吗？大理寺有请，油光。我已查阅太府寺禁售名录，此物赫然在侧。这个我知道，所以小店怎么敢买这种东西呢？之所以请你来，就是因为大理寺暗探查到。 你已经接了画师预购油光的定金，你若不如实相告，就只能带你去公廨受审了。别，我家画铺快100年了，可最近这生意，哎呀，一言难尽呐。主要是因为毕成业新开张的神珠大画铺，我们百年的画铺抵不过他一个开酒楼的，我心里不服。 他是和售卖油光才把生意都抢走的，所以我也想铤而走险一回。铤而走险？这么说，你知道如何获取油光？什么时辰？醒啦。 申时三刻了，还差半个时辰，你就睡了一夜加一天了。我是怕你太累了，我就没给你加香。我备了两只鸡，还有喜军专门买回来的蟹黄碧螺。赶紧来垫垫肚子。哎，不能拆，不能拆，还没到时候呢，刚给你上的药啊。鬼眼未破，你却让我在这里睡大觉，费心事。 你真是要把我气死！和你的酒去吧。嘿，你，哎，来了啊！卢少卿，哎呀，您的气色看上去好多了。是，看来苏少卿说的对，那姓费的果然是神医啊。哦，昨天晚上我探望两次，见您睡着，没好打扰。正好三位仁兄都在，我们共商案情。啊。 一天一夜，这魔王可曾再次作祟？又有官员被杀，肝脏也被挖了吗？啊，没有，只是昨天晚上您刚睡着，天子的手谕就到了，不让您再继续插手此案，全权的交给苏无名。公主也派人传话来说，让您好好养伤，还给您带来很多名贵的药材。过会儿我给您送过去。不用，就说我好了，把药材全部退回公主府。啊，是。大理寺还有多少积压的旧案，见重要的，全部拿来。自打我来到大理寺。 天天折腾你们，不怨我吧？怎么能怨您呢？卢少卿断案申诉，有目共睹，且以了结的旧案，无一冤假错案，可真是堪比当年的狄公啊！我有何脸面逼狄公？如今只有尽快清除旧案，以一颗赤诚之心报效朝廷。陆凌风，义兄呢？天子口谕，命他探查此案。
不许我插手，我哪知道他去哪？义兄从黔陵回来是帮你的，你怎么还小心眼儿起来了？手里拿了什么？哦，胡司马的画像。胡司马，何人？在萧云楼让叫书郎良知捉书虫的。从魔王托庇，查到书虫。苏无名啊，苏无名。 这是你画的？不是，从墨迹上看，明明就是刚画的，你还不承认？刚画的？嗯。卷宗与画毫无关系，莫非？ 可惜我把这些卷宗全部打乱了，不知道是何人留下此画。蛇缠绕着龟，玄武，正是。四灵之一，寓意北方。北，大理寺中以北字命名的楼阁屋舍，还有哪些？仅此一处。开门。是。 少卿夜巡北阁，出来见过。拜见少卿。周老，小老儿姓周，名老，年纪大，他们叫我周老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以前在寺里做狱城，因孤身一人，致仕后不愿离开大理寺。 便安排看守仓房，也就住在北阁。他住在这儿，门却从外边锁着。小老儿不愿出去见人，被锁在这儿，没觉得不好。行了，你们走吧。查阅卷宗，不需要人陪。啊，少卿，明天白天再来吧。为何？啊，这北阁呀，积压的案件实在太多。 久而久之，难免生出怨灵之气，特别是夜半，阴气重时，那是吗？那我就等着怨灵出来，听听他们的冤屈。张主簿，你走吧。是。周老，你回去休息吧。陆少卿，要真有鬼就喊我。 我在大理寺狱做了几十年，别说鬼，就是来他十万妖魔，我都不怕。一股邪风而已，少卿莫怕。 一个月前的案子，这两个案子确实是一个月前的。至于卷宗为什么被放到北阁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案子最后由哪个司城接手？常方，常四城看完之后，陈四正也曾过目，可最后都不了了之。
卢少卿，您这个时辰来，路过，向法师讨杯茶喝。啊，李大池在慈布任职，管理僧尼布籍等事，后来便把租的房子退了，搬进寺院来住。真是精打细算，啊，也不只是为了省钱。 李郎中一心向佛，住在这儿便于研习佛法。那天晚上，我听说李郎中并未就餐，卷宗上写。 李大池死于风疾突发，当时见李郎中死了，我就叫人去报官。长安县和雍州府的人都来了，由于没有外伤，也没有中毒迹象，加之他之前在寺内犯过风疾，故作此推断。尸体葬于何处？并未土葬。哦，李某一人在京市为官。 久为风疾所困，上次发病后虽然恢复过来，但不知何时再犯。若一旦不测，望法师成全。莫要这样说。何谓成全？我是岭南飞鹩人。 按故祖习俗，死后当树葬。树葬，这正是飞鹩人的习俗。那法师将他葬于终南山了？哎，我是想将李郎中葬于终南山，但当日派去的那几人偷懒，走到半道，就在乐游园，简直是大胆！乐游园岂是丧葬之地？我也大发雷霆。 事已至此，就没再折腾李郎中。后来查明，那些人都是新入寺的，有些良莠不齐。所以，在这段时间，也曾发生过寺僧与百姓殴斗的案子。是啊，事后贫僧严查，将那些品德不端之人都逐出了寺院。乐游园具体什么位置？ 靠近升平方东北角的一片林子，打扰了。等等，卢少卿不会是想现在去乐游园吧？万万不可。据传，飞鹩人树葬后，尸身可通过树根连接幽冥，月圆之夜便可得天地之精气，使其头颅复活。 一旦其头自行断颈而去，即可往生。而这一过程中，若遇人打扰，幽灵恶鬼便会大开杀戒。死者头颅可在夜间飞行，笑话与魔王托庇一样可笑。你身为成佛寺寺主，再传此谣言，拿你问罪。 断颈而飞。
虽有些手段，上人取他性命还不是轻而易举。那日在鬼市一见，我可就喜欢上他这么挺拔的男子。你们俩可别跟我抢啊！不行，那日在鬼市那个就让给你了，这个该轮到我了。你们两个别争了，上人吩咐过了，这个由我亲自动手取。林峰此生鸡凶不落，却从未杀过女犯，但你等妖邪竟在鬼市去锅庄干葬，死有余辜。祁连画铺老掌柜说的油光交货地点就是这儿，买家也进去好几个了。时辰到了，哎，你让我去吧，我老贾的武艺虽比不上卢凌风，可对付几个毛贼绰绰有余。既是毛贼，苏某何惧？我老罗随机应变的本事赶不上你，可命贱啊，我替你。每个人的命都是不可替代的，更无贵贱之分。再说我是去谈买卖，有啥凶险的？说得轻巧。哎，哪有银石谈买卖的？里面那几个人，个个都戴着面具，看着就瘆人。面具？嗯，我背了。啊？啊？啊？第一次来吧，要等人家点，点到谁谁出去，守点规矩，别害得大家都得不到宝贝。一并出来吧！今日无货，尔等散了吧！别啊，买家急着要，价钱好商量，我再加一倍也行啊！无货就是无货，有想要的，两日后再来。那可否先付点定金？届时。多给我点货。不可，两日后定价，进多者得。苏少卿，苏少卿，
都看清了，一共四个人，此四人因互不相识，天快亮了，我们每个人跟一个人少处动手，务必将他们都给我带回大理寺。是。少卿，你怎么不带钥匙？北阁重地，你擅自回锁，让我怎么交代？你果然会武，自幼习得皮毛而已。为何设计害我？抓回来的那四个人都找了，他们都是画铺的老板或掌柜，中秋节后得到将有油光上市的消息，为了获利，他们不惜以这种古怪的方法在龙王庙高价购得油光，再卖出更高的价格。这些人也太黑了，小小颜料可真没少挣钱啊。来人，先把他关起来，我要亲自审。愣着干什么？是是。周老，哎呀，果然是您！洛阳一别已是多年，没想到还都长安之后，您老人家也跟过来了。晚辈苏明，拜见先生。你拜他做甚？还不跟我同拜？记起来了，苏明，狄仁杰弟子。上大理寺狱做什么？我这是新上任的代大理寺少卿。如此，小老儿拜见少卿才对。只是伦立峰，还不快松绑？瞪什么眼？我让你松绑！这位老人家是你我恩师狄公的贵人。当年狄公被来俊臣陷害入狱，幸得贵人暗中相助，才得以重见天日。没想到竟然是周老，如此，卢林峰自当拜过。哎，这个不敢当，恩公不是我，当年帮狄公脱难的不止小老儿一人呐。周老，您坐。如今卢林峰亦是狄公弟子。这一拜，您受得起。只是我想知道，昨天夜里，是不是你出卖我的行踪，暗算于我？绝对不是我，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北阁，何来出卖暗算？怎么证明你从未离开过北阁？当年无知跟上了来俊臣，行酷吏之实。害死了不知多少人，因职位低微并未被治罪，可我心里不能原谅我自己，更无颜见家乡父老。这之后便留下以看守北阁为名，实际上是把自己锁在那里赎罪的。那两份卷宗可是周老有意让我找到的。那是大概一个月之前。谁？谁呀？不知是何人将近期的卷宗混入了北阁的陈年旧案。那日卢少卿深夜到来，乍见之下一身正气，我就想会不会是为此事而来，
故将卷宗放置明显之处，也是想让你少费周折。依你所言，那凶兽应是木仆。啥玩意儿？都没听说过呀。此兽蛇头龟尾，生有四爪，常居于树上，遇火则凶，体型巨大者可食人。遇火则凶？那怪头喷火就是为了引来木仆？极有可能。如此看来，我们的对手大有来历，前随余孽也不足为奇啊。何出此言？那凶兽本就是他们养的。不对啊，好像就在这儿，怎么不见那半具尸体？既然那怪头是幻术机关，那么下半截尸体应也是伪装的。若在此地树葬了一大池，那尸体早就被别人发现了。我们再往里面找一找。在那儿。即眼、鼻、口、颈部及头顶均无创口，亦无中毒迹象。水。即左右耳道均有血迹，莫非耳道被刺入了利器？需开颅检验。左右耳各有针状物一枚，长寸三。怎么长安县和雍州府的仵作都是废物吗？是啊，狄郎中是被谋杀的，竟没查出来。黎大池死于8月16日，中秋节参天楼幻术大会，你们还记得吗？那晚半个长安的人都忙坏了，转天各宫榭连轴李氏，未能与家人团聚。所以见黎大池没有伤口，也没有中毒症状，就给了个风疾而亡的定论，草草了事。他着急回家呀，这是草菅人命啊！这些当官的，哼！过来帮忙。肝脏已被取出，创口处皮肉并非干白，而是有血花四印，花纹交出，皮肉紧缩之象。这说明李大池被取肝时人并没有死。对，只有血脉通畅才会有这样的创口。换言之，当针插入其双耳时，李大池只颅脑受损，深度昏迷而已。在长安县和雍州府确定其因风疾而亡后，凶手才取的肝。取肝，这就是此针只有寸三之长的妙处。凶手老道狠毒，手段可怖啊！李郎中，叨扰了。高家，还请在终南山找一个偏僻清静之处暗藏，多买些纸钱，好好送送李郎中。放心吧，陆少卿。
霓郎中英是此案第一个受害人，刚好死在我入大理寺之前。听说你一来就彻查旧案，所以人家就把卷宗转移到北阁，就是不想让你看见。不管幕后真凶是谁，他已策划许久。卢少卿所言极是。就有这档事？贫僧对不住你呀。那日树葬，你派了几个人去？四人。叫来，我逐一审讯。这四人都已不在寺中。什么？两人因品行不端，参与百姓斗殴，已被驱逐。另外两人不久后也都不辞而别了。成佛寺乃皇家寺院，僧人虽众，但有慈部管理，怎么会？这些人都是近两个月才来成佛寺的，公主府的岑典君引荐，贫僧又怎好不收？岑志，就是他，刚走，因秦孝白仍未点睛，大发雷霆，样子凶得很呐。公主殿下，岑志从成佛寺回来了。那秦孝白仍在喝酒，我看他根本就没有要点睛的意思。后天就是明英节了，他不知吗？我看他疯疯癫癫的样子，公主这回怕是用错人了。那画我看过，画的是真的好，不就是差点睛了吗？而秦孝白迟迟不肯动笔是为什么？枉我如此信任他。我物色了几名画师，名录在此，请公主过目。这些人都愿意替公主效力，为降魔变点睛。皆不入我也。公主，后天可就是您谋划已久的正日子了，不能因为一个秦孝白就耽搁了呀。我想起一个人，你们公主府点军岑志直入后院，还请裴小姐见谅。什么事儿？公主口谕，请裴小姐帮个忙。李郎中就住在这里，他走了以后上了锁，再没人进去过。二位少卿请自便，贫僧在此等候。苏明，快来看！僧非僧，婢非婢。师父，不好了！师父，那个岑典君又来了，看起来要行凶啊！啊！还在想呢，这事儿没那么复杂。不可，岑典君，不可呀！你威胁我？不是我，是公主殿下命你立刻点睛，不过举手之劳，不然要掉脑袋。别说公主殿下，就是当今的天子拿刀架在我的脖子上，如果没有灵感，我也照样不会随意点睛交差。秦孝白，这可是我给你最后的机会，
还不动笔？绝不。裴小姐，你来吧。裴小姐，如果有人动我的降魔鞭，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秦先生，你误会了，虽然他们请我，但我不会出手。岑点君，请回去禀告公主，丹青有其妙，亦有其神圣，在他人画作上点睛，喜君不为。你敢违抗公主之命，请回去再禀告公主，她应该相信秦孝白，在明音节之前一定能完成降魔变。你以为我找不到别的画师吗？能，若用金钱驱使，半个长安的人都会假扮画师前来点睛，可秦孝白只有一个，降魔变只有一幅，如今最后的期限并未到。如果岑点君武断妄为，将这未来的传世之作糟蹋了，公主会降谁的罪呢？你，秦孝白，我告诉你，公主不是天子，没那么好的脾气。明音节当天，他会亲自来开光。届时，你若是不想被碎尸万段，就把这铺壁彻底画好。阿弥陀佛，走，快，快走，快走吧，走走走。愿其行世上，陶千岁日多，百年何足独，成行且长，歌。先生自比阮籍陶潜，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放松下来。放松，我自幼无画笔，丹青四十载，这幅降魔鞭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。换句话说，这幅壁画可能就是我秦小白的一生。正因此执念，才是灵感全无的原因啊！先生名冠大唐，现在却被名声所累，失去了成名前的逍遥。逍遥。对，只要先生能寻回失去的逍遥，定能在揭幕前完成壁画。昔日秦某狂妄，欲收你为徒，而今日，你裴小姐乃秦某之师。秦先生，
头发乱，斧头暗，马鸣萧萧，彩云散，功名事，惹人烦，千重渡过万重山，一桥晚，冷月暖，西出阳关路漫漫，为君一死生难，胡杨琵琶念长安，银河百丈，星辰闪烁，故园半亩花开花又落，临风一世无名白首，赤子心托苍穹，黄沙卷金甲虫，火炼成横刀了却狼烟，心如水，志如磐，待回首天涯远，醉卧夕阳，心寄万里河山。与谁同坐明月清风，